车吗？看一眼，有车哎，算了，溜了，告辞。这都能装上？我在干什么？没有驾照的人，我要换一辆，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开错了，完了。这是哪儿？哇，我有点不想去机港了。这个圈怎么这么过分呢？我有车，就这样吧。居然有块石头！大家现在观看到的节目是由二哥为你们带来的一场极品飞车的游戏直播。只有一点时间锁了。绿帽子，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啦。什么都没有。不远千里开车过来，你居然只拿一瓶饮料招待我。我要求不高，我只要一把 M4， 然后再给我一个消音器，再给我一把 UN 啤酒，然后再哎，我卡了，我在哪啊？哇，这个门有毒啊！毒。也可以先捡了吧。突然变40多秒了，我还能搜个1分钟，这太穷了。
还不如刚刚就在留在皮城呢。别这么穷吧，给点装备啊！这真的也太穷了！哎，我们又捡一个，给点东西。哎，对对对，捡瓶油，捡桶油。等会开车还要开好久。这么近，除了我还有人过来了。太穷了！哇，我开始绝望了。好歹给我点绷带吧，绷带都不给我，哦，真的给我绷带。要绷带就有绷带，要把 M4 就没有 M4。又给了绷带，哇，就 AK 就 AK 嘛，再给我30发子，有个人把我的车开走了吗？爱的车神，我先搜吧。如果我的车被开走了，哦，不是，是另一辆车。我还想说，如果我的车被开走了，我就自雷。啊，毒来了！我连第二把枪都没有。哎，我刚刚就应该捡了一把喷子。我凭什么嫌弃人家喷子呢？我车停哪了？还好我还有把砍刀。先加个油。这也太穷了吧！不想玩喽。哇，我不远千里到这边来，我换车喽。哎，怎么是三人的？我还想说我开个二人摩托车。飙车去了，死就死了。这都能翻车，太畜生了吧！
好惨啊！太穷了，好生气啊！我开了那么远过去，居然这么穷。是我玩这个游戏以来，差不多算是最穷的一次吧。毒死算了，没有生存欲望了。这是哪里嘛？我不吃血，我看能不能到毒圈。能过那个毒圈的话，我就。感觉要毒死了！哇，居然要过了！谢谢你。哇，这个人真的是个好人！哦，我简直太开心了，好人一生平安。虽然他也很穷。这是什么情况？我死了！我惊了！人生真是大起大落，突然一个手雷，这么穷的地方还有两个人的吗？哇，我怎么变裸体了？我的衣服呢？哎，我卡了吗？我的衣服呢？突然间一个雷，我刚刚把那个人杀了的时候，我是真的很开心，特别是我发现他有这么多药的时候，即便没有什么枪，我也觉得很开心。我没想到我的开心，我的快乐，只持续了短短10秒钟，太短暂了，好难过啊！打你个爆炸头！
哇，怎么两个爆炸头？这个人快去认亲啊！那个是你姐姐。我跳机场喽！熊人族无可畏惧，有点远，跳 N 岗算了。算了算了，开玩笑的，稳健一点，都是成年人了，稳健一点。就在皮城打的，哎，忘了标点了。一个，两个，一二三四，这个离我很近啊，这两个。把声音开大一点。估计是小罗给我发的微信，我的朋友圈里只有小罗会这样发微信，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很多条一起，但是每次打开其实就那么几个字。很激烈嘛。哇，四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缺把步枪了。
那应该是没有人，我的这一片是没有人。从这边出去。嗯，在安全区里。这么多子弹啊，今天。他是撞邪哦。选一个吧。我在这里好像是没有掉人的吧，我有点忘记了，过太久了。
哎，我搜过。嗯，还好，又看了一眼，剪了个千块补偿。哦，可以可以。看下一个圈锁在哪？其实我现在装备还可以吧，又在安全区。左边墙是。但是有一点脚步声吗？好近啊！他应该会在我家。哇，旁边有人。果然旁边有脚步声。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是在我这栋楼楼上，还是在对面？给他卡死了，看一下手机。我知道没走啊。伍兹安还是猛啊！
这里还有，是在炸我吗？还是在炸谁？我不想要 AK 啊！我不要 AK，我不想用 AK。等一个枪屁股。刚那个人有死吗？吓死我了！我先走了，下个圈，要出去。我下个圈还是蛮近的，嗯，换一件新的防弹衣。哎呀，他被拖走了，不然我想打他。被搜过了已经。是费城吗？不是吧？这个位置老是刷废车。哎呀，真的是废车，吸吧，我就知道。
一下，我这哇靠，这个圈，告辞。我有一句不知当讲不当讲。哎，这我哪里走嘛？车又没有的，看到人了，两个。对，我先开枪，你确定？刚刚那两个人走在一起，没有看到彼此吗？居然等那个人先打我之后，然后才打起来，这么可怕的吗？你在舔他包吗？算了，跑了。再舔包，告辞。山水有相逢。哇，这个圈！哎呀，我走在这种位置。那个人也在跑。哎呀，好想打他哦！算了算了算了，山水有相逢。换一坦克，这么吓人的吗？算了，开枪暴露位置。等差不多时间到了，我再冲过去吧。告辞。
下面别有人吧？哦，吓死我了！哇，吓死我了，哆嗦了一下，声音太大了。声音好大，吓死我了！哪里打的我都没看到。怎么就12了？哇！哇！我刚刚是想跳上去打他的，你知道吗？他进个厕所居然有人！哇哇！哎，怎么掉下去了？别啊！我跳了半天没跳上去。躲起来！哎，那个厕所那个人，我得杀哎！那个人下去了。我怎么拿错枪了？好气啊！怎么还有一个？这个心机婊躲在那个里边，被他先手了，好气啊！我们来得及装弹啊！切错枪了，刚刚本来想用大枪的，我又切到乌兹艾了，切到乌兹艾我就不想换了。我看一下小鹿回了我微信说什么。自己一个人玩这个游戏好可怕，跟恐怖游戏一样。想吃海底捞，
救救救救！他那个衬衫好好看哦，我也想去开一件。我要跳机场了，我去机场打一把吧。一个半好像差不多，不用开嗓吧？怎么没有看到人啊？没有人来机场吗？好像有一个要飘过来。哇，98K。既然如此。那我就我怎么把我的盆子扔了？我手里就一把手8K，好98K，好没有安全感。海鲜还好，还行。给我把枪弄。全息98K，还有一把喷子。
倍98K。哎，机场居然没有人，我也是惊了。我都做好了上来就要死的心理准备了。看一个倍镜，是8倍吗？哇哈哈！美滋滋，不行，我从这边下去。可以，居然满配了。少把枪啊！哎，机场这回是因为没有来人嘛？哦，还行。就30发子弹。我跟你们讲，我的98K 很丑，极度丑陋。又一个8倍，
止痛药。我来这个位置之前应该看一眼，忘了。现在蘸了自己药多，有点膨胀。世界は世界だって。车吗？那边？啊，惨惨惨！我不是要走过去吧？哇，我感觉要被劫！讲道理，我的装备如果被劫的话，结果就是那个把我杀的，应该会很开心的。一个人，我的分应该不会有人揭晓吧？没有船的话，我就有点惨了。忘了捡绷带了。不，我急救包有六个。缆车。难道没有船吗？哇，没有船我真的要死了。那个车开走了。哎，有失误了。刚刚我搜到 C 楼那边直接出去，可能有车的。这一路也没个车。别这样呀，这样怕是要逼我做水鬼哦。好像真的没有船。哇！心态崩了。有车的声音。想倒车，等等，他在干嘛？我还卡了一下。这是水友吗？忘了拿子弹了，哎，不管了，先走了。师傅还给我带了个枪屁股。
我真的怀疑刚刚那个是水友哎。不然这么好的吗？坑头打得很激烈，有好多队的人。虽然我并不想要这个空投，但是我想杀人。看我就爆不了头，有人走掉了吗？吓死我了！我又哆嗦了一下，在哪？我看到了。刚刚听到这个人的脚步声，我本来想打他的，没想到他被另一个架我的那个人打掉了。这个人听到我的枪声，想摸过来找我。有四倍了，算了，安全区域嘛，没事。告辞。再把他杀在我身边，我还可以舔个包，美滋滋。我又看到空投了 那估计有人，有辆车停在这。
开车上海那不太好，太招眼了。哎呦，556子弹太少了，刚刚杀的那个人用的枪是 AK，没子弹他。可以在这边扶一会儿，反正我下面有车，看下个圈在哪。正好看一眼微信。天呐，我必须得杀人了，子弹太少了。好饿，完成哥不知道飞没飞，我等他到都好晚了，我还是点麦当劳吧，等完这把我要吃麦当劳去了。我看到人了。好像被泼了。那边有个黑影，那个285到300的那个草中间，刚刚有个黑影。不知道是不是伏地魔哎！我杀了两个，我第一个杀的谁啊？哦，那个开车的，太想开枪了，我打不准，太远了，而且我怕暴露位置。那个是人，那个是人，他在那边那个果然有个人。哇，这个空投，哇！别这样，我会死的。是真正的掉脸上啊！别，对不起。
让我看一眼，好吧，就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好，告辞。对不起，打扰了。那个人还在那呢。那个人的死那个位置吧，太差了，不然我真的有点想舔他的包，看有没有556子弹。哎呀，那个人在树后面了。右边有个人，哇，好气啊！哇，我天命圈加98K，哇，有吉利服吗？没看到，哇，好气好气！练一下嘛，98K，总是要练一练的嘛。我也是第一次玩98K。我以前拿98K 都没开过枪，啊，单排98K 是真的加个倍镜，真的强，装备上有点碾压。辛苦送车的室友了。哎，我被打了，习惯性趴着，你知道吗？这是习惯性的，我要改一改。我溜了，我溜了，有点累。去打打，去点个宵夜，然后看会电视去了。嗯，拜拜拜拜，明天再玩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